今天真是一个有趣的开始呢，但是起重机查理在哪里呢？他没事吧？也许我们应该去看看他。太糟糕了，查理看起来不太好，他发烧了。我们怎么来帮助查理呢？如果有医院，是不是会好很多呀？虽然没有查理帮忙，修建医院会难得多，但是我们一定做得到的。准备好开始了吗？伙伴们，真棒！继续努力呀！哇哦，比利，你需要同伴帮忙才能把零件放到高处，是吗？艾德可以帮忙，但我觉得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。你们会找谁呢？直升机赫克托，好主意。赫克托来了，哇哦，赫克托可以站在高处帮忙，就像平常查理那样。完成了，医院建好了，该让第一位病人去看病了。快看看查理，
他感觉好多了。现在我们回去继续玩吧，赫克托，谢谢你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Thank you.